来看台东关堤上乡大坡堤哦，因为天气真寒，一种寒冷症的泰国鲤鱼大量死亡。台东的政府哦，过去四年都一直想要找办法来解决外来症的问题，没想到讲一波一波的寒流，等到倒三天来处理掉这个问题了。这两天天气有较小寡，伫台东关堤上乡大坡堤有人发现伫堤边啊出现体型20-30公分、袂顶袂动的鱼类，而且也搁伫几个地点陆续发现冰毒的鱼类。高俊华一看，是一种外来种的泰国鲤，至少区域都有大约20只死亡。台东大学环境研究团队也都好来进行大坡堤生态调查，研判这挂泰国鲤是被连日的低温冻死。这个寒流是自然现象。刚好这一些外来种都是热带地区来的，所以应该不耐寒。地上乡公所四年前为了要杜掉大坡堤，和平将弃用的外来种泰国鲤，要举办移渡活动。不过泰国鲤无天敌，佮大力紧，移渡效果有限。不过就连续几波的寒流，地上乡一度出现上低四度的温度，想要到寒流正做上好杜害鱼的天然帮手。我们请我们本所的相关单位，就是农观科哈，他会故宫会清除到我们的垃圾场掩埋。民众也发现不少部分本土的鱼种也疑似被冻死，因个乡公所还未统计包括泰国鲤甲其他鱼种死亡的数量。因个乡公所强调，大埔地是国家级重要湿地，会注意死亡鱼类造成水质污染问题，也希望这礼拜六报道的寒流，过到三天拄着外来种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